六月三十日，周冬雨被拍现身机场，只见她素面朝天，皮肤依旧透亮。除此之外，当天她还身穿蓝色衬衫裙，搭配小白鞋，清纯气质尽显。当她推着巨大的行李箱时，又显得自己身材愈发娇小，十分可爱。一头短发的她，此次不仅平摇嘴唇，还嘟嘴卖萌，随手撩发更是显得魅力十足。据悉，周冬雨于2010年出演《山楂树之恋》而为人所熟知，在2016年中，凭借着在电影《七月与安生》中的精彩表现，更是一举夺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，而她也成为了首位90后金马影后。